我嘛，在这宫里当值。你也知道，宫里人不可随意出宫，而我今夜有急事，所以我才想翻墙出去。倒是你，怎么也在这里？难不成是来还我钱的？小树叶，你不会是想用这点钱来应付我吧？我那可是东海夜明珠，价值连城。这倒不急，只是我真没想到，东篱院的仆人也可以到宫里做侍卫。天骄殿的令牌，原来就是你救了楚亲王，看你细胳膊细腿的，还真有点能耐。我说过了，我在宫里当值，我可是在救你。你手持的令牌可没有进这里的资格，若你被发现，估计你日后只能在大牢里过了。各宫的令牌我可都有，你想看哪一个？因为我的品阶比你高一些，等你的侍卫品阶升上去，你也会有的。巡逻禁军一会儿还会回来，你还不快走？我单命一个义。义侍卫？小树叶，你果然有趣啊。上个月又发生恶鸟袭击人的事件了，先王那会儿可从来没有过。那时候毕竟有九凤守护咱们呢，天选仪式迟迟不举行，朝内也从不穿朝服，这王位到底怎么来的？说不定就是因为他出身不明，王位不正，所以触了天怒，上天在惩罚他呢。嘘，这掉脑袋的话你也敢说啊？我去巡逻了，你也快归队吧。我不知道，你找别人吧。你问，我一定对你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。禁地，是说昭佑殿吗？就在宫中的东南方，那曾是大王子的宫殿，现在已经空了。这你大可不必担心，圣地并不在宫内。我们这种低级侍卫也不知道那地方在哪儿，不过那地方由郑大将军率领的郑家军把守着，也没人敢闯入。